可以講我自己靚，我從來都唔會話我自己靚唔靚。咁我會覺得可能自己有時手機會覺得啊，其實都幾好啊，有時影自拍嗰啲咁樣。咁但係我都會好相信我唔係 typical， 令一行出嚟，哇！什麼什麼什麼靚女啊或者咩，即係甚至乎可能 fans 而家有好多女神嘅稱呼，我會係嚇咁，即係我會係哦 OK 咁樣，即係我會覺得同自己唔會掛鈎噶，即係譬如我哋前排有興乜乜 BB， 我接受唔到。我的名字都不是很襯啫，我不要咁叫我啦。當時不多啦，但有人陪咁樣寫的時候，我就會點解會咁樣嘅？咁我想我自己去看女仔，我都會係中意啲唔係比較咁 typical 嘅樣嘅，即我中意我 concern 嘅 character 多啲。咁所以，譬如我知道自己係點樣嘅，我就唔會刻意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好 typical 嘅靚女，因為我本身唔係一，我唔係呢個特質啊。如果我係呢個特質，我個命運或者我個路都唔會咁樣。咁所以，我會覺得係反而係嗰個性格，我覺得最重要。其實我會覺得，只要如果按你工作上面，其實唔好理發生咩事，你。最重要，總之你特別想做，有心去做就繼續做。其實每一個機會都是營造下一個機會，即我會覺得你總之做好你而家嘅嘢，其實機會總會嚟，你 ready 就總會嚟咯，同埋一定要 ready 咯。其實 ready 係最重要的。